杠上游戏，热爱生活。大家好，我是强哥。大家好，我是温柔。欢迎你们收看我们的迷你世界。感谢小伙伴们的收看，小伙伴们收看我们视频一定要记得点赞、订阅还有评论哟。是的呢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话继续来玩模拟农场。然后呢，上一期我们是养好了奶牛，是吧？那奶牛的产值好慢好慢，特别慢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已经在线下已经集好20个金币了。我们买辆卡车了，是不是？是的。开不开心？买辆卡车，然后我们就完结了。我看卡车卡，买一辆。哦，卡车呢？哦，卡车在这里，你看。哇，在门口。哦，这还有人呢。高价收购都卖给我。那这个人，哦，这是个美女，你看。哇，小姐姐好漂亮哎。看见没？高价收购，卖什么？高价收购，是不是？我看买鸡蛋，好多鸡蛋，快捡鸡蛋！我的天哪，这满地都是鸡蛋，你看。哇，你快捡，捡了卖给他。还有牛，还有奶牛。你还有种子，我看他不能点呢。他这个生产的很快，我们买了卡车之后。啊，他是产值快。然后我再找这个人卖看看。出售。这还是10个银币啊。他不是说高价吗？对呀，高价呀。他是开着卡车来骗我们的。这个点不了呀。能点吗？我给你鸡蛋，给你。你不要啊。他在哪呀？啊，点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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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看一个鸡蛋可以卖多少？一个鸡蛋卖13银币，多3块钱。哇。然后胡萝卜是38，多了钱。然后呢，鸡蛋呢？哦，牛奶是63，涨价了，多了13块。哇哦！可以。那这里还有38个胡萝卜。你给我，我就给他买。给你点一下，掉在地上。哦，要点下一点，他的人物应该模型不对。胡萝卜。然后我获得胜利，只要50个金币就可以获得胜利了。咱们就不用50个金币了吧，因为这个要烧就是时间。因为我们已经玩的通关了。对，已经是时间问题了，好吧？对吧？好了，那么的话，咱们的模拟农场的内容应该就是所有的内容都已经玩遍了啊。咱们高价国家武器的话，这个应该也没什么问题的。我看金币我现在有多少个？90个金币，那也就是时间问题，我们就可以完结了，对不对？是的呢。好了，我们买了卡车，大卡车，你看，我们坐卡车。哎，这卡车能坐吗？卡车，滴滴滴滴。哎，这样。好了，那么咱们今天的迷你世界模拟农场就到这里全部结束了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拜拜。